和同学去参加一个活动。我想跟老师汇报我的激光实验。我在徐静后面排着队，徐静在我前面，有个女生故意气她，她的情绪失控，大喊：“你为什么要气我？”老师看见了，拿着冰淇淋棒戳观众席。此时观众席就像一个冰柜一样，好多人被冰柜挡住了，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让老师冷静点，但第一句叫出来居然是爸爸。一个观众的头逐渐冒了出来，我看到他的瞳孔被戳了一个洞，血从内往外流，也有黑色的液体。不到一秒就流完了。